对于生存在我这个时代的人来说，荒诞的事情每天都在发生。像是君父强娶心腹，臣下刺杀王上，佞臣残害忠良，多到都不能够得上荒诞标准的时候，弑君弑父，好像就没那么令人啧啧称奇了。在天子朝堂，诸侯们毕竟只是诸侯。嗯。 我知道你们管我们这个时代叫做战国。康公19年，知府采邑中的一簇剑光划开了这纷乱舞台的帷幕。妹妹，快醒过来！阿紫，父亲气息奄奄，恐怕时日无多了。 你要是再不去看他，会留下终身遗憾的。可是父亲今天就要把你嫁出去了，吾儿从不出嫁，父亲的傻妹妹，这是约定好的日子，凭你我之力，能改变什么呢？我不甘心，快去大殿吧，我在那里等你。 王姬请留步，大王身体不适，需静养，如今不见任何人。大胆，是谁的命令，竟敢阻我见父王？王姬请息怒，田侯，这一切也是为了吾王。田侯这是要造反吗？田侯有令，还请王姬大人不要为难我等。哼，我倒要看看你们敢如何拦我。 王姬的佩剑刺在王上的身上，这不可能！我
竟然杀了父亲。阿紫，我做了什么？我该怎么办？阿紫已经被田师带走，好在双剑还在我身上。哎，里面怎么那么乱？发生了什么事？啊，是王姬大人。住口！不许叫我的名字。你手上捧着的，哼，这也是父亲的东西。父亲要带进坟墓里的宝贝禅意。王姬大人，您可不能啊！这样的事情也会发生吗？王姬大人带走了王上的陪葬品。是活人的怪物，怎么会是父亲呢？这一定是田氏搞的鬼，我去找他说个明白。傻孩子，他们现在已经把你当做了弑君的罪人，你快走吧。不，我要阿紫和我一起离开这里。父亲要我嫁给田侯，我不会有事的。你就从这口顶去往屋顶处，那里没有什么看守，应该能很快逃脱。要记住，活着，活下去才能找出真相。射箭！屋顶上的逃犯，不管是谁，不，求求你，放过他吧，我跟你走。
秋时期，齐国晏婴曾预言齐政足归田氏，但是齐国姜氏国君不以为戒，沉溺酒色，不理朝政。康公十八年，齐王姬即将背负弑父嫌疑，长公主舒姜也沦为田和之志。舒姜劝其妹求生以图来日，仓皇出逃中见到几个不应该出现在那里的面孔，揭开了疑云丛生的篇章。田氏派出重兵四处追凶，广发通缉，令曰格杀勿论。即将在逃，田和恐生变数，未公告天下康公死讯，世人愚钝，或不明就里，或已归于田氏，即将投靠无门，山穷水尽。临淄城外的荆棘林被视为不祥禁地，追兵轻易不敢擅入，生怕惊扰鬼神，祸及己身。即将暂时得以喘息。是谁用古神之血唤醒了我？是我的血唤醒了神尊。我是齐国的姬姜，康公之女。齐国的王姬果然继承了古神血脉，难怪你能驱使世魄，寻常人使之只能当辟邪的装饰吧。你说我的双剑，这是我幼时抓周所得，之后就一直带在身边。这古玉所制的神剑，你如果好好修炼，必能发挥更大的作用。此外，我再赠你一柄神器，这赤霄乃是我当年射日的箭矢所炼化而成，烈日破土，无坚不摧。你可以用以平天下，安百姓，寻找天命之人，结束这乱世，这是你的使命。原来是射日的后裔。承蒙亲眼交托大任，可是我不能。我明明杀的是世人的妖怪，怎会是父亲？阿子也在他们手上，我要找出真相，不要回去救他。那你有何打算和筹谋？我在齐王宫依稀见到了三位我只在书册和幻象上才见过的人，他们应该不会出现在人群中，他们一定知道什么，我要去找他们问问线索。现在的你无论是身体还是心性都太弱小，去凡尘俗世中历练一下也好。拿上你的兵器，快去吧。离开这里之前，先去见一个人，他能助你事半功倍。多谢，告辞。我早已立下重誓，再不铸剑。你请回吧。我不是来求剑的，后羿前我来求你指点迷津。后羿，你手里拿的莫非是赤霄？正是，方才后羿所赠。你这么个小小的女娃娃，看不出来后羿为何对你青眼有加。这天地间有很多魂荒之力，可以用来锻炼肉身与兵器。那边上的魂灯除了恢复状态外，也能助你提升能力。是，我记。
是不是我的错？你是什么人？齐国的王姬，我也曾是君父的掌上明珠，却意外早夭。我不甘心就此只能化身为鸟，一直期盼能重生于人间。原来你是炎帝之女。 说起来好笑，我从小就很擅长的奔跑，没想到却用在了今日的逃亡。出生起，我就没有离开过宫院，但是齐国比我想象中要小很多。就在我厌倦了漫无目的的寻找时，在边境大营的经历给我带来了一线光明。宫院里出现的蒙面将军，就出现在这里。 改名小白了，歪歪，都知道下。是啥？你说啥？这是我阿娘给我起的名，之前因为避讳齐桓公才不用。嘿嘿，齐国现在的太公姓田就此恢复使用。姜氏哪有那么快倒？听说宗室已经起兵了，哎，通缉令在我这儿呢。这位朋友，你怎么看？啊，我吗？ 上头的事儿我怎么知道？我要见将军，你们知道他在哪儿吗？这会儿没见着，在大营里面吧。哎，那人谁呀？不知道啊，我以为你认识呢。哎呦，你快查查通缉令吧，搞不好就有这家伙。 快！
坏了坏了，刚才是你放走了通缉犯，田将军一定把错算在咱们的头上。你胡说，是谁扰乱了我的营帐？将军，大闹军营的好像是江氏的通缉犯。全军听令，给我把他抓出来。其实我们可以把他引到那里去，只要将军看不见就没关系了。你是说不要了吧？可能回不来的。你只要没人见过他，就不是你我放跑的了。白白送死，倒是省了老夫为太公找你的时间。你是那个时候出现在宫院里的？那一刀刺得好啊！那样的父亲，你早就看不顺眼了吧？父亲不是我杀的，你明明看到了。Yeah.
差不多到了黑夜和白昼的交界，分辨不出是昼还是夜了。何其大雾！哎呀，别闹！电灯雾散。听说康公子的时候，武将军也在场。嘘。那样的结果，太公一定很失望吧。我们永远也没有再见天日的一天喽。武将军为孤打下的这一片江山，也要父子黄土。君上，有何事？武将军竟然被一个姑娘错了锐气，现下正前往石海山，若是被他登上山顶，
让他去吧。若是那姑娘果然厉害，且慢！你认得我？尊驾何人？老夫乃晏婴是也。原来是绝庙堂之高而忧其名的晏大夫。欲为君父除弊事，老夫知王姬此行必有意。老夫可教授王姬炼化血脉中神力之法。多谢晏相。清白。既然你这么确定无疑，怎么还需要找武将军作证呢？你心里也有疑惑吧？
齐康公的作为无法与田侯相比，你不过是一厢情愿而已。我没有杀死我的父亲，没有。我的小娃娃，我没有杀黑父亲，我没有。你亲眼所见，你可以为我证明。这座尸骸之山，就是。将军的那具尸骸被我打倒，他的灵魂就此失了居所，眼看着就要被自己造出的尸骸山吞噬，他的魂魄自动选择了投奔我。你又回来了，是想通了，要放下仇恨，投身大义了吗？
我去了边疆大营，见识了那里的乌烟瘴气，也见证了沿途百姓的颠沛流离。这一切都是田氏所害，所以我要证明我的清白，揭穿他的阴谋。这既是私怨，也是为民除害。世间一切皆有因果，人心乱，天下才乱。人心乱，也是这些奸佞小人贪得无厌所致。并非全然如此，伍子胥也是一代英豪，若非他自己的执念，田氏又怎能驱使得了他呢？说起伍子胥，你看这。这确实是伍子胥的魂石。魂石？具有异能之人，死后神力不散反聚。你得了伍子胥的魂石，便可以借用他的。可我并不想要他的力量，我只想从他口中问出真相。我要再去寻那另外两人，我不会放弃的。季江，是我。这里自古就是禁地，也只有你会来，只有你能和我说说话。你为什么不离开这里呢？去外面的世界看看。我不敢。我幼时跌落海中溺亡，却一直不甘心就此离开父母亲。我的魂魄化身小鸟，想要填平东海。我只是恨我的早夭，让我无法再陪伴父母亲，但是我却做了那么可笑的事情。如今炎帝后也已去，你们不是可以一家团聚了吗？本意如此，可是数年前天河不知道用了什么办法，在人间和黄泉之间打开了一条裂缝，对人间留有执念的不少怨魂都趁机而出。不知道是不是我之前的怨念太重，这次也被波及。我不知道该怎么回去。又是那田河，如今我只敢守在这里，生怕再造下更大的灾祸，污了。恍惚记得很久前听前辈老人们说过，田氏在水岸边修造了一座别院，很多宫女歌伶都被圈养在那里，成为士大夫们手里的玩物。虽然有些不可思议，但是我在父亲死的那天见到的征书，也有传闻说他在这里出现了。进入这样一座毫无戒备的宫院，实在不是什么难题。居然看得见我。嗯，你是谁？为什么到这里来？刚才进来的那个人，我是他的随护。哦，是吗？也是来寻欢作乐的吗？那你也快进去吧，
他们摆弄这块石板已经很久了，要怎么做？你不教教我吗？这是此处的布局，用石板连通那些闪光的房间，才能打开封印。那我试试。喏，这块石板给你吧，我留着也没用，还愣着干嘛？那些闪光的房间中都可以寻到石板，找全所有的石板就能通往别院深处了。多谢指点。左侧高台通路已经洞开，还不快跟上去？你为什么总盯着我看？无谓看一眼少一眼而已。如果有无法去到之处，还请您指点迷津。是用来通往个别院的关键。慢着，石板中似乎存有一些早先的记忆画面。兄长，你听到那个郑国太子都说了什么？说了什么？这可恶的狂声说：“人各有偶，其大非吾偶也。”他这是向父亲拒绝这门亲事。难道说我们两人的事情如此隐秘，不会有人知道的？就算有流言，也不会传到父亲耳朵里，你放心吧。兄长，那我们以后还能这样日夜相对吗？那是自然。你真美呀，哪像人间的女子，简直像是妖狐转世。呸，哪有这样夸人的？我就算是妖精，也要做蜘蛛精，织出秘密情丝，牢牢缠住你我。用，看来这对白衣男女是齐襄公与文姜，这石板中怎么会有他们的影像？
兄长，你遣人杀了我的夫君。不是你说他发现了我们的事，斥责于你吗？可是，本是我辜负了他，他不该死。他若不死，传扬出去岂非麻烦？放心吧，齐强鲁弱，他们奈何不了我们。我有何颜面回去见我的孩儿？那正好，你就留在这里，我们又可以朝夕相对了。姑，难道不是你最在乎的人吗？是，兄长，只要能和你在一起。阁下可是下士征书？我可不是逆贼，我也不是野种。我并没有说。他们都欺负母亲，他们还嬉笑，说我长得像他们。
我是灵姿祭江，我想问你我父亲。混账，我是我父亲的儿子，都是他们不好，都是母亲不对。你，我不曾有笑。你笑了，我看见你笑了。你是不是笑母亲不知检点？你是不是笑我出生不明？我并无此意，也没有笑。且听我一言，大丈夫安身立命，顶天立地，岂容你侮辱？你能不能好好听人说话？郑叔的尸体中释放出夏姬的魂石，一位禁锢的母亲得到了解脱。兄长，父亲要将我嫁到鲁国去，这可如何是好？现在可是我保住太子之位的关键时刻，不能节外生枝。你先安心去，等我当了国君，一定去把你接回来。兄长，可不要忘了我，我等着你。就算你嫁到天边去，也逃不出我的掌心。为什么杀了宾客？你到底是谁？快说！临淄即将，康公的女儿，他们都说是你杀了他。我没有杀害父亲，这是不可能的。你是谁？为什么会知道这些？我是谁？这重要吗？你快离开这里，要是被他知道了，就没法走了。他已经不是当初的他了。你说的他又是谁？太晚了，他来了，他什么都知道了。你果然来了，等来吧，我的乖孩子，我在宫院深处等你。谁在说话？你怎么消失了？我得走了，但你记住，你每次获得更多的石板，便可以走到更深处去，就可以找到你要的真相。只是真的不知道这是福是祸。
着，他们背地里都在说我寡廉鲜耻，乱伦败德，可我是真心爱慕兄长。我做错了什么？谁敢胡说八道，姑把他们都杀了。怎么能堵得进天下人悠悠之口？兄长欠我再早杀孽了。为什么不能？为了你，姑愿意杀尽天下人。不，不要，我不出去，不听是非。只是有一天我死了，不知该魂归何处。我是无颜去地府见父亲、夫君和孩儿的。那你就化作蜘蛛精，牵缠住姑的魂魄，我们一起留在人间。一言为定。七尺的女孩会被赶出永巷，希望陪伴母亲的他们于是选择高桥留下，而男孩则更加悲惨，在这里一出生就意味着死亡，变成亡魂眷恋在母亲身边。历代齐王的默许是别院中女子受苦的来源。
姐姐舒江也会是这里的一份子。不，我不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。是齐国的王姬，那你有没有见到我的兄长？我们说好了要一辈子相伴，可是我找不到他了。你既然来了，就留下陪着我吧。Thank you.
文将死去，一切冤孽归于尘土，永向禁锢着的女子怨魂都得到了解脱。可见到夏真书了？见到了，但他沉溺于自己的执念，已经疯魔了。我没有问到线索，一无所获，所以如此颓唐。不，我还见到了齐国往昔的王姬，他们怎么也会魔怔了呢？你以为姜氏血脉高贵，子孙就能摆脱贪嗔痴的束缚？无欲无求，大义未公。你说田氏犯上作乱才导致生灵涂炭，难道康公治下百姓不是早已流离失所，徭役赋税，苦不堪言了吗？住口，不是这样的，不该是这样的。欺人容易，自欺难。即便是王姬你自己放在第一位的，不也是私仇和个人的清白吗？我回来了。多谢关心，不过我还没有找到可以让你回去的方法。这都是我自己种的因，活该自己吞下苦果。你别灰心，迟早会找到天河打开的缺口让你回去团聚的。让素不相识的你为我的事情奔波，我真过意不去。这天河我有血海深仇要和他清算，你不必歉疚。季江，你真好。世人常说，无知者无畏，不思者不忧。真的是这样吗？做个什么都不知道的愚民，就能获得幸福？让别人掌握自己的命运，禁锢自己的思想，操控自己的灵魂，甚至摆布自己的感情，让你哭就哭，让你笑就笑，这样就会轻松快乐？这根本不能称之为活着吧。前走了，一旦失了心性，就再也出不去了。这里发生了什么？有天，突然来了个自称博姑似的，用妖法让所有人忘了疾，忘了病痛，忘了战乱，甚至忘了饮食休息。大家守在此处，日以继夜的环境，直到死，灵魂还继续着。这里
现在是亡魂的囚笼了。我正要找他呢，他现在何处？博故事就在这楼顶，他设下四道机关，叫做疾风柱。除非有人能把四道疾风柱上的法珠都打碎，否则恐怕这就是我们永远的归宿了。我们这一处就能二人突破吗？别做梦！你们倒行逆施，自然是要全部料理干净的。哎，这疾风柱啊，技巧无比，坚不可摧。你根本过不去。坚不可摧？都是靠了那法珠的妖术吧？你怎么知道？主上绝不会放过你，他可是炎帝的后人。都是博古氏的法力幻化而成，人要把四道都毁了，
才有机会破坏结界，解救众人。多亏了天后，才有这热闹氛围。你既然来了，不如留下别走了。时而清醒，时而糊涂的日子，真是实折磨人。
真倒霉，今天正好轮到我巡逻。老天保佑，千万别让我撞上闯入者。这年头只想太太便便当个差，怎么这么难？Let's go.
伯姑氏，你原是我大齐江氏的臣属，为何阴魂不散，与叛臣田和勾结？呸！当年江献公击杀我王上，我等世代忠良，岂会认你等逆贼之后为主？本就是胡公里通别国，弑君弑兄，之后献公才替兄报仇，处决胡公，你怎能颠倒是非黑白？哼，历史还不是胜利者随意篡改书写的？当年的真相，我难道不及你个未出生的丫头清楚吗？无需多言，让我亲自送你去王上那里问个明白吧。江氏子孙如此费心，天不与我。伯姑氏，你和田贼勾结，倒行逆施，有何颜面去见胡公？天下大安，便是当年王上未达成的心愿，我借田侯之法，替王上实现了。妖术射人，也算是天下大安，简直荒谬。康公已死，书将落到田和手里，你也迟早一样的下场。你们这一脉终是亡了，这都是报应。不好，伯姑氏的法力消散，楼要塌了。父亲也好，田氏也好，即便是一心希望天下太平的伯姑氏也好，
谁都没有办法还百姓一个平安喜乐的盛世，这是为什么呢？我亦不知。当年的射日之勇，让我从西王母那里得赏两包仙药，服用后便可飞升成仙。当时的百姓亦是困苦，我不忍弃之而去，只服用了半包，从此不老不死。眼见历代君王霸主付出无数努力，百姓却始终在各种困顿中挣扎求存，我亦无计可施，心灰意冷。那既然你仍留有仙药，为什么不全部服下，追随妻子嫦娥而去？嫦娥愿我将她置于凡人之后，赌气服药飞升，我亦无颜见她。西王母神谕告知，我可在此沉睡等候，待我苏醒之日，便是能度天下苍生的天命之人，降世之时。所以你认为我是天命之人？可是我不过是我，我并不知道如何拯救苍生。我也无法确定，但是你不试试，怎知自己不成？即便真有天命之人，难道不该是当朝天子吗？我去见他，直言面见，为我自己，为父亲，为阿姊，为齐国，也为天下。